我说你骑个破三轮在前面晃晃悠悠的，你没看到我跑车过来了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破车也没个后视镜，没看到你过来。哟，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我老同学华春傲吗？你弟呀、啊，咱们得有七八年没见了吧？该说不说，你现在行啊，敞篷一个开上了。这个是你老公吧？哎，亲爱的，你不是说你的同学都混得挺好的吗？这怎么还有个拉货的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上学那会儿他还是我同桌呢。哎，李丽，你不说我还忘了呢。对了，你们是来我们公司谈合作的吧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啊，我们谈不谈合作，跟你一个拉货的有什么关系啊？李丽，你老公说话还挺冲啊，合着你俩现在是看不起我是吧？你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别说是我老同学，不然让人家老板知道了，影响我们谈合作。行吧。人在做天在看，老板办公室在那边，祝你们马到成功啊。我能不知道办公室在哪吗？啊，你不小心点这爆车了，你说别让我看见你。哇，老公，你看人家这公司多气派呀、啊哎、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。你好，你一定是老板吧？不是，我也是来谈合作的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你坐这干嘛？是，来，媳妇儿，你坐。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谈合作，讲究的是实力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亲爱的，你告诉他，我们开的什么车来？敞篷跑车，你见过吗？跟我谈合作，可不是看你开什么车。王总，你坐。来，兄弟，介绍一下你的产品吧。黄总，你也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。你们二位还是请回吧。为什么？人品都不好的人，产品能好到哪里去？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两块一包的盐可以配上万一桌的菜，但这上万一桌的菜，要是没有两块一包的盐，那简直是淡然无味。